就是看到就觉得是世界末日嘛，然后就觉得这天是实在出不去了。有一点科幻片的感觉，有一点科幻电影的感觉。今天的感觉就是天气不是很好啊、然后但是新闻上面说下午应该会有好转，大自然嘛，就是人类在大自然面前都是很渺小的，所以说我们在怎么说呢，就是尽量要保护环境嘛。